那个左下腿，痛，左下腿痛。我看到马斯克现在没笑容了，现在没笑容了，现在没笑容，好像人也正常一点了。经过，如果他知道未来，变化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如果他知道未来这个样子的话，他肯定会，会转向啊，肯定会转向，肯定会转向，但是这个是看到拜登，看到拜登了啊。拜登是即使看到结果，他也不会转向的啊，他也不会转向的啊，他就是像那个牛一样的啊，直勾勾的，他不会掉头，不会转向的啊。他想做什么就按一定的想法就做的，他不会改变，他不会改变想法的啊，改变想法啊，不会改变想法的。所以这个拜登呢，被那个，这个拜登呢，被那个猪八戒啊，这个就被猪八戒，给整了啊，猪八戒被猪八戒给整了。所以我们这都发现一个事情了啊，发现一个事情。就是说，那个朱党啊，在外面惹是生非啊，然后猪八戒觉得他背了那个，坏了他的名声，所以他就出来人间来收拾那拜登了啊，这个类似的案例我到以前见到过啊，包括牛啊、牛魔王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人家杀了那个牛，然后牛魔王出动了啊。是有这样的案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谢谢啊，周总啊，好，知道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